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克丽露伊，明啦瓦喏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说话，你老师如说话会说的来教呀啊。首先，我们来听写一下昨天已经学过的生词，也就老师如问你也得来这生词的地步听写来教呀啊。首先，老师问你如何把你得来教嘞？老师给你们复习一下。好，第一个是干净，带些年的表嘞，干净。是担心他是要不愿意基本上有的不两点的八没好不呢？干净，可以了吗？好，下一个是安静，安静说就老师对谁你的搞不嘞？还是对静也很大的强烈度嘞？需要的度，好不呢？好，下一个是桌椅，桌椅所以老师说是外公的太空里有表达吧？桌椅，可以吗？好，下一个是整齐，整齐，所以老师说你呀变不了标嘞，整齐，你呀呀的偏的啦，注意的个，是一你呀的，所以老师说整齐的标吧嘞。好，下一个是高兴，高兴，所以老师说表现你的标嘞，高兴，可以吗？好，下一个是玻璃，玻璃，所以老师说。看目标了吧？玻璃有点难，仔细看一下，奶奶看的呢。底下这边两个都有王字旁，往里面拉它的玻璃，可以听写了吗？好，那你们把书本翻到后面，啥文拿过来没？我们开始听写。好，开始。第一个是高兴，是表现哪个表嘞？高兴，高兴，写好了吗？好，我们来核对一下答案，听我再讲。好，第二个是安静，这是第二个表达嘞，安静，安静。好，写好了吗？我们来核对一下答案。好，第三个是整齐，你呀，我表达吧，你呀，你呀，这外公的太空里，你呀，我的妈，等他嘞，整齐，写好了吗？好，我们来核对一下答案。好，第四个是玻璃，玻璃，玻璃，写好了吗？好，我们来核对一下答案。好，下一个是桌椅，桌椅，桌椅，
写好了吗？好，我们来核对一下答案。好，第六个是干净，干净，要说带些脑子了吧？干净，写好了。好，我们来核对一下答案。好，现在我们听写部分已经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写一下剩下的生词，将心里的生词留留，还是塞比罗，积累加油呢？这些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生词。来，莉莉亚罗，老师今天怎样没生词给你吗？跟老师读，老师呢读来说没，然后看一下笔顺，比如笔顺里有几几样啊？脏，脏，好，看一下脏的笔顺，撇、横、折、勾、横、横、点、横、撇、横、竖、横。脏，指日生，指日生，好，指的笔顺里有几几啊？撇竖横，撇竖横折横横横横。下一个是打扫，打扫，在这里我们看一下扫的笔顺，扫月笔顺里有几把没？横竖勾体横折横横，然后说又是马上点他比他姐姐扫地所在扫呗，后面呢打扫担心了不对。下一个是擦擦豆打了说又是马点他听听哥哥擦桌。好，我们来写一下擦的笔顺，看一下呢，横竖勾体点点横勾撇横撇
点点横勾，捺横横竖勾撇点擦。好，下一个是扫地，扫地。好，你们老师第一笔顺溜进门，横竖提，横折勾，竖竖弯勾。好，下一个是卫生，卫生，卫生。所以老师要担心有个卫的笔顺溜进啊，横折勾，竖横卫。好，现在我们全部都学好了生词，生词里公用的密度比数了，我们来学习一下课文。它扫多样，翻开第25页，上面难的三个好难没，我们一起读一下，就是开始讲了。我们一起读第四课。我们的教室非常干净，你们的教室干净吗？我们的教室非常干净，你们的教室干净吗？你老爷啥得干啊？担心哪里？我们的教室非常干净，你老爷啥得干啊？严不担心哪里的？好，下面我们继续读，学校的图书室安静吗？学校的图书室非常安静。教室的桌椅整齐吗？教室的桌椅非常整齐。你们的老啊，他们的老师高兴吗？他们的老师非常高兴。房间的玻璃干净吗？房间的玻璃非常干净。小丽的小狗可爱吗？小丽的小狗非常可爱。弟弟的衣服脏吗？弟弟的衣服非常脏。好，老师解释一下，学校的图书室安静吗？江爷撒鸡在嘎第四页拉的，学校的图书室非常安静，江爷撒鸡在嘎烟雾第四页。教室的桌椅整齐吗？看爷爷的是外公的，他公的和你家也拉的。教室的桌椅非常整齐，啥的俺爷是外公的，他公的啊，还是俺公你家吧爷的。他们的老师高兴吗？杜瑞老师嘎表啦，他们的老师非常高兴，杜瑞老师嘎还是俺公表吧爷的。房间的玻璃干净吗？房间也看也不能保底啊，担心也啦。房间的玻璃非常干净，看也不能保底啊，严古担心嘛的。小丽的小狗可爱吗？小丽的小狗其实也高也啦，小丽也灰个里啊，其实也高也啦。小丽的小狗非常可爱，小丽也灰个里里啊，其实也高嘛的。弟弟的衣服脏吗？弟弟也爱你的啊，你笨的啊。弟弟的衣服非常脏，弟弟也爱你的啊，严古你爸爸爱的。好，这一次老师问你们回答，老师啊妹妹提表比吧。你们的教室干净吗？学校的图书室安静吗？教室的桌椅整齐吗？他们的老师高兴吗？房间的玻璃干净吗？小丽的小狗可爱吗？弟弟的衣服脏吗？好，我们继续看后面的课文。老哥，对话我弄了所编的这个原理有多样啊？我们一起读，读读看没？教室真脏。今天咱们是值日生，咱们打扫教室好吗？好，我擦玻璃，我扫地，我擦桌子，打扫碗了。玻璃真干净，桌椅真整齐，我们的教室真漂亮。好，老师解释一下，
教室真脏，擦得干净啊，让我你办了没的。今天咱们是值日生，今天我都里啊，当我家一定将打理的。咱们打扫教室，我都擦得干净，担心路家呀啊，好吗？刚哪里？他妈小妮也表示好，我擦玻璃，我不是包里都没。小明啊表示我扫地，我这边自己来呢。小红啊表示我擦桌子，我在外公里来表表都没没。打扫完了，但是也弄不多了。小明啊表示玻璃真干净，没包里啊，但是你啊没嘞。小丽啊表示桌椅真整齐，在外公里看你面了你家里来的。小红啊表示我们的教室真漂亮，阿六爷啥子干啊，得给个拉来的。好，我们再读一遍，让他告别拍讲。教室真脏，今天咱们是值日生，咱们打扫教室好吗？好，我擦玻璃，我扫地，我擦桌子，打扫完了，玻璃真干净，桌椅真整齐，我们的教室真漂亮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后面那个小标记啊。一起读，读读看没？校长好，你们好，我们的教室干净吗？地很干净，桌椅也很整齐，你们班的卫生非常好。谢谢校长。好，老师解释一下。校长好，校长明个喇叭哩。校长那边表示你们好，明个喇叭哩。我们的教室干净吗？还是有点尴尬，担心哪里？地很干净，你既然担心你的桌椅也很整齐，所以各位看过你家的你家里的你们班的卫生非常好，你担心担心你家人物方面的。谢谢校长，校长记住吧的。好，我们再读一遍，来靠边拍讲。校长好，你们好，我们的教室干净吗？地很干净，桌椅也很整齐，你们班的卫生非常好，谢谢校长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走，那个是表扬呢，一起读。王老师好，同学们好，今天谁是值日生？今天我们是值日生，校长说我们的教室非常干净，我很高兴，谢谢同学们，我们也非常高兴。好，哎妈老师值日生呢，王老师没表扬。当我一家能担心露台的张大爷，王老师也表扬。王老师好，能在的那王老师明了吧？同学们好，哎，张大爷明了吧嘞？今天谁是值日生？今天不读啊，当我一家来的。今天我们是值日生，今天应该来当我一家来吧？校长说我们的教室非常干净，哎。啊，不是吧？表达嘞，张无忌也表达嘞，我瑞也啥子干的呀？我瑞也啥子干啊？现在我担心你路嘞。王老师也表表嘞，我很高兴，谢谢同学们。哎，现在玩到完嘞嘞，其实呗嘞，我们也非常高兴，马路嘞，现在玩到完嘞嘞。好，我们再读一遍，那个表达讲，王老师好，同学们好，今天谁是值日生？今天我们是值日生，校长说我们的教室非常干净，我很高兴，谢谢同学们，我们也非常高兴。好，那么今天老师教的都明白了对吧？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，老师今天定该咋了老板位，今天你们的作业是应该咋把那数落，把老师教的这些生词写一下笔顺，笔顺一枚，然后写一下生词，生词的一枚，然后老师读他的拍表笔包第25页啊，哈里好比呢，你们的教室干净吗？我们的教室非常干净。学校的图书室安静吗？学校的图书室非常安静。阿鲁里老师拍笔吧，哎，对面哪里拍笔没呢？好，大家再见。